昨天晚上临时的，因为昨天应该到凌晨左右吧，现在已经正常了。目前因为这个共享单车这个情况，暂时好像是不能骑行了啊。大概是晚上10:12，然后我们就导航准备去正开大道了。路上遇到了很多一起的同学，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，骑到了清明上河人。11点出发，到早上凌晨5:30这样吧，就是腿非常酸，特别累。昨天晚上临时的，因为昨天应该到凌晨左右吧，现在已经正常了。目前因为这个共享单车这个情况，暂时好像是不能骑行了啊。大概是晚上10:12，然后我们就导航准备去正开大道了。路上遇到了很多一起的同学，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，骑到了清明上河人。11点出发，到早上凌晨5:30这样吧，就是腿非常酸，特别累。那现在开封街边是不是共享单车很多？是，渡边基本上都是共享单车。长一点，一直在走，到不了。什么都过不去，跟着你过不去吃的，都堵死了。抖音。乘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心中有千情话，如今你四海为家。Thank you.
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这车我能拉啊，老师。郑州，郑州，咦，再拉到郑州，哎呀，这要是真是成灾难了，我的感觉是，啊，车不让过了，我开着交警员们都在这儿了，万达广场前边，道路全部堵塞。抖音。